讨论一下。哎，莫名叫嘛，这个。不不不，进不进？哦，帅啊帅啊！接起来！哦，阿娘喂，要死我！你是搬倒去啦？哎，滚出去！我嘛破卡在底啦！哎，你是过你的年寿哟？不是啦，我海豚嘞！哎呦！哎呦喂呀！你是真看无去哦？哎呦，快想掉了！哎，你看看 Michael Jackson 来了！哦哦哦！阿娘喂啊！哎呦，哦，快准，快准！六棍呀！哎呦！你随便就买，你买了呀？随便就买了。最后一口开呢！哎呦！金老师做福建的，金老输了，来恭喜你。来，颁奖典礼开始。颁奖都来啊！感谢蔡桃，你咱桃园夜总会这年精彩表演。来，请拍开。来，掏开。哇哇！哎呦哇！榴莲。好水哦！这来就泰国的榴莲。还要钱？哇！安尼一套的啦。你敢穿的咯？今晚要换只书哦。哇！不啦不啦，就是还好，我是今日裤穿袂到。无去情况嘛，情况嘛。哎呦，笑！哎呦呀，哎呦，救人！你那零皮啊，敢那大刀柄嘞？那，你那讲话讲零皮啊？啊，无一声，啊，敢口罩哟？阮一个同学叫刘零皮，大家拢叫老零皮啊。我这边叫戴奶罩嘞。哎，青条兵。这叫做西摩戴甲啦。你那滚还真显起来。啊，今麦。这马路边后边一股水在的，那也高追。哎，给阮菜刀拍一破了，敬业敬业敬业哦，太敬业了。每一摆来拢爱牺牲啊，就拍死啊。为着胖哎，啊为着阮孙啊，比啊给人一个指定。是啊是的。哈，我不表示。我去拍嘞，这不拢凊彩拿来都有钱人赚。嗯，来这毋是歹赚。因为高雄透早落来坐高铁嘞，才等两点钟。真正。我现在那大排档六点钟。无天亮。啊，来做查某。嘿，我零配啊，穿两领。这我现在是什么衫？是阮高姐啊，这衫。这啊，这衫。这啊，这头毛。
弟弟好，弟弟好好看嘞。卖水果，卖水果。弟弟跟他。不，你其实这计安想去，伊人就是无计较。伊人足好。恁叫我安怎，我就安怎。真的嘞。人心变高。配合度高，只要有钱他就干。我转世转。国嘅艺人上爱赚钱就是杨秀慧，对对对，啥物事都敢赚，真紧嘞！你无敢包考，你勿敢，我真敢考。哎，那个想这么公平，我大概来上这個超级夜总会，都叫我整潘越云，基本我叫我整蔡依林啦。啊，又是蔡依林，这是蔡，啊、又是崔台青。哎呦，不是啦，崔台青爱闹啊。我还没。哎，哥哥。你都吼要出来的时阵，那我嘛小考考的。讲的，我落电的，我拢记记个真少。啊，好烦哦！喂，哎呦，增加呢是要出来讲惊哟。那讲到这，我就想，啊哪样？哎，大家来，我捧只车倒的嘛，青菜啊，一时啊潘越云啊，一时啊什么？裴勇俊啊！哎，如果你上水上烟斗的啊，蔡依林，谢谢。澳洲，澳洲来，我们整什么？你敢知？整啥？陈金佩。陈金佩那边整就行了，那你们。哎，你讲什么？喂喂喂！安尼啦，你那对神拜无礼貌啊！唔嘛安尼啦，喊你贵姓？哎呦，对对，哎呦，我今仔日那呢，穿啥呢？端庄，对不对？你讲我吗？嗯啊。我平常时是足无端庄哦，安怎无端庄？你甲我讲。啊，你平常。哎，我宝贝的呢，我宝贝天后，我台湾兵棋部阿婆，我想有吹者无？我本来有比电视较水无？有哦，有比冰箱较散无？一条一条。伊拄啊，甲你介绍讲，恁两个生做同款的，身材做同款。快点快！你讲个啥物话？我这两边偌歹。来来，去地铁顶硬的。你忙安尼啦，你安尼真啊，对哇哈？地又好，地又好。安尼咪看者啦。青菜，你安那真个无差啦。对啦。恁两个就甲差不多嘞。靠你讲，菜头第一个上少三十年的时间，不止啦，不止啦，40年啦，40年啊，讲上少嘛，上哦，啊，拄在他们的热线，你和我也无唱，头个摆无唱半句啦，你讲啊，无时间通啊唱，哎，大家啊，无你拢要唱啥？哎，有一个唱对不？哎，有一个老伙仔甲我讲啊，讲啊，哎，菜头拥抱一下，拥抱一下，哎呦，就抓，安怎？迄个也要搞，好，你哪里敢讲？怎么大家拢坐咧？唔都看起来？不是，他都喺咧坎仔徛做位到我的家。安那？你要坐边哦，我实在哩。因为你习惯过嫌人矮，你个看嘛，今仔个欢喜的吼，是是是，要看菜头无简单。是啦。哎呀，看看嘛无几间。你讲的是啥物话？唱杂好不好？真是搞呆了，哎，终于来了。我在哎，慢点录出来啊。哎，感冒，真系感冒，真系感冒。你难看我安尼咧？哎哟，我姓吴的呢。七十一岁啊！哎呦，看不出来呢。真的哦，你唔知啊？哎呦，我唔讲伊金牛这大只啦，太高追啦。哎，我讲来讲，我七十岁啊，拢无去美容，你看嘛？对啊，而且你没什么白头发。对啊，而且都没有美容。菜头大哥，你这种呐，美容爱开双侪钱。你啊讲，你讲啊，我都不爱讲。王彩华龟仙窟窿假，我别该骗你。别讲。我，你看我去到，他去捉惊我，因为我啊，甲卡着偏一偏到歪，卡着歪就流落来。你的精神。是的。那是咱较早吼，咱讲实在，较早艺人有影话呢啦。安那讲？我就讲你了。你讲我，你讲我这嘛拢假，这嘛假对无？对无？真的，无你甭看。其实你干嘛？你的意思是？伊就是你，应该不是王彩华，你是什么人？你冒充他冲上来？我是台湾兵棋部。那你也看蔡导哦，等于是台湾演艺圈的进化史。哎呦，真的，你嘛赶快。我。吼，过去王彩华还袂叫王彩华，之前叫做什么名？又气的，又气。我又气的，对。一本名叫个喊么？本名叫啥？一本名是本身姓王。对。伊咪叫做王怡玲。咱那迄个人啊，王心凌无，怡玲有无？你妈的啦！你妈，哪一个一个小名叫做对你？你是咧笑啥？你是咧笑啥？你的名更加好笑。菜头不名叫蔡思文，听到没有？这思文的迄两字，你看到怎啊错解啦？个思文的。我跟你讲，我进前幼气的对吧？还是绰号。是。但是我出道艺名。
我本名叫王怡林嘛，对啊，我艺名叫王林。王林，两个林啊，王林。哎呦呀，灵魂的灵啊，龚正经啊，龚正伊较早吼，咱哎，英雄不怕出身低，当然当然。过去王彩华真正主持过牛肉场，无唔对，但是我唔捌烫过。因拢甲你动对无？一个好笑，一个好笑。来来，我中国人好，继续，我袂记，不要你老多动手啊！哈，你即摆是安怎？对韩国专机来台，欢迎都敏俊。我们刚刚讲到那样子了，各位，并没有这个是台湾的好朋友，韩国话，韩国话，韩国话，好不舒服哦。我是韩国来的，来自星星的男主角都敏俊，谢了谢，掌声鼓励一下。我啦，凤哥，这是都敏俊的走力了哈。他是星星，是助理啦，经纪人，啊，经纪人，他真的像一只，你真的像一只星星，不是来自星星，三百角色啦，顶个来了 M 潘越演，即摆来的都敏俊，我咧，我才拄啊乌鸦一排哦，大拢叫我郭富城啊咧，厉害，有影，啊，郭青吧，他都坐呢，就三百都安排一下，无啦，是啊，讲咩迄个，是啊，要求的啦，爱小心。鲜肉粒，你写小鲜肉粒，对啦，只系要求，我冇要求啦。好，讲啊，真的是真，唔是我来讲。你有这都敏俊哦，哎，啊，人都敏俊是一个教授呢。我教授啊，我真的看你是会叫的野兽。六块鸡，什么六块？我八块、十块的。我看，我要看，在哪里？我才是胫骨来，像我想看那种作用哎，那种 muscle， 给我们看你的鸡啊块。在哪里？我替你该望看嘛嘞！我替在场的女性望看麦嘞。好，今仔日我角色啊，本来第一个可以夹，我来望。我最爱人望的来，尤其上我望。八块鸡哦，我摸摸看哦。有无？你这是安那顶起来？我是甲你望，你骨头敢是夹起来？做敏感的你。我再摸摸看这边。哎呦，笑问吼，人迄八块鸡拢足定嘞。我这写啥？你这八块鸡那个蒙起来，那个安尼烂烂生生安尼，生生安尼哦。别搞来，没有给你蒙好吗？哎，胖哥，安尼到底是上弹掉？这怪怪怪呢。都没下头弹掉。这怪怪怪。没有，他们那边的画面好奇怪。对呀。啊，这皮带啦。你早人蒙未准啦，你叫我蒙啊。胸肌。啊，真的有哦！哦，腹肌，腹肌，你是你是加加啦，大腿肌，腿肌，哇！哎，你这是不是？不是，不相信，我不相信，你脱给我看。对呀，对呀，你有 muscle 肌肉，刚刚其实八块哦。哎，其实蛮硬的，我没看八块就金奖，八块哦，金奖还八块肌肉。哇哦 ，My God！外套脱掉，外套脱掉，领带脱掉，领带脱掉，衣服脱掉，衣服脱掉，转起来，这是啥？这是啥物啊？难怪我刚摸就好硬。我来讲，我出门乱切啊！不怪我拄啊讲七轮那葡萄干。这真是哦，这八块鸡，这真正是八块鸡啊！你怎么出来都安尼装笑安尼？咱安尼吼，骨甲规身骨光，一个好好啊人安尼讲，那上你的节目你就做个舞的啊，你也是。我讲，咱这边来讲就像我，我还没有够好的。这个人哦，伫宽啊来，咱讲啥？迄虚数啊吼。较少看到的，那相思什么人相思哦？注意副注意拢出来，地姑娘啊，那把高凌风啦，啊个女美男生，有高姐啦，咸丰啦，伊也出来拢无好大。咸丰个爹啊！徐峰啊！
无死哦，你讲。看到伊就无死。无死哦，你讲到翁清平。伊的心情啊，我讲伊伫看咱来时候，大姐大。嗯。翁清平做好事，心情好好，啊个处女座诶。我讲，你我去因家吼，拢后壁较开吼，汗内裤都用有咧，你也看安尼，吼，真诶，哇哦，看迄处女座吼，在有影有足洁癖，还阁好心。好啦好啦，你即马重点是要讲啥？你无讲到重点咧。有啊，啊要讲重点就讲到处女座，你掩盖伊毋是都敏俊的事实啦。哈啦，所以讲伊，好啦好啦，三千钱啦。对啦对啦，啊无钱啊无钱，安尼无好啦。啊！啊！无你今年搁穿咧，你敢穿今年尔？啊！来甲我拼了。好，哎，讲啥？这些即摆些子西装爱偌济钱，你知影无？我通过的钱嘛无够，才西装西。你知唔知？你都还没记好。哪呢啦？不是不点哪改？啊！来回应啊！对啦，阿你。我就菜头，看到我就好菜头，对不对？看到我就是好菜头，对不对？来，我打出来，先我唱一条歌咧。马姐，你够劲！哈呐，查甫人体格吼，哎呦，哎呦，我的比武一长。你说五短必有一长啊？他真的耶！真的，脚趾头最长。是。我今天要宣布上重要代志，来，马姐啊，等遮久啊，吼，规气今日啊，恁两个今仔去现场都万里乡亲面场。完婚安尼好不好？安尼当然嘛，我等三十年呢。啊，安尼乡亲做一个见证，有啥物仪式无？马姐，你需要那种我要浪漫一点的啦，浪漫一点，外国式的好不好？对啊，我以前有想过，如果有一天我结婚，我一定要去那个外国的教堂，有牧师公证，然后要读那个你读一堆前面的叫什么？牧师祝祷文，然后他问你愿意吗？愿意，我愿意。你愿意吗？愿意。你讲你愿意吗？伊伫底下看你命，阮就青红灯。无啦，我愿意。我这人啊，形象敢遐歹，我无道理他咧穿安尼，我哪知啦？唔是啦，我感觉伊真正酒醉啊呢，他以前比较高一点。卖讲咧，来，我唱一下歌啦。免唱歌，免唱歌啦。哎呀，免歌免唱啊。来来，你两个。不然我唱婚礼的祝福。没，也不用吗？那今天这个仪式已为您两个人扶正，好，大家来做点见证人。好啦好啦。你讲要记得回顶管管你记不？那个个动作高等的那顶管，好不好？对，高等哈。哎，十字架起来，来加风牌呢，要什么有什么。来，啊，你两个新郎新娘加过来，啊，好，啊，咱请这个陈随意改成做牧师，哦，啊，咱今晚呢，给咱，迄个外国的仪式嘛进行，啊，咱在地嘛进行，啊，咱是进行外国的，好来，牧师请扶正，来，开戏了吗？应该拢弱啊，开戏啊，啊，对了对，奉主耶稣之名，陈牧师在这里替今天这对新人证婚。菜头先生，请问一下，在耶稣的面前，你要说老实话，一定会。不管以后马斯利小姐身体是健康，或是生病，有钱。没钱，长得很高，或是很矮，变得很胖，或是很瘦，而且青春不在。胖哥，不要打断，已经不是现在的马斯利，你还愿意娶她吗？愿意，愿意爱她，拥护她，喜欢她，抱着她，一辈子吗？是的。这是西式的仪式，到这里就是。对，来，台湾写给来，
啊，先生，啊好嘞，反正请这个谢宜君来，来向咱的阿弟君来拔杯吼。啊，这结婚哇，这么大杯哦。这结婚阿弟君有赞成无？安尼好不好？还是我先来拔杯哈。一杯一杯一杯，那是咪有赞成伊两个？一杯一杯就决定啊，一杯一杯就定啊，一杯。我来了哇，起码我来清洗姓名哈。好来来，马士利小姐跟蔡头先生在家，是不是会当完婚？咱就看咱这个星星的一杯来。结束连理来。想不会啦，想不会啦，这真正无歹啦，这是新的字，这无白讲的哦，这是一个非常圆满的结局。是是是是，感谢两位端媒人，感谢感谢感谢。是是是，是嘛？钱呐！爱斯基摩人，骑马，你还在骑马？我骑马，你骑马就变个骑啊！你是你是，今天你是我是李丢哦，李丢你哦，李丢在要钓。李丢的新闻我跟你讲哦，铁西玉玲珑过里面，我来得很李丢。哦，李丢李丢李丢，可怜哦，过来，起起来，李丢你有高兴摘圣诞树呢？什么圣诞树？我足少看大波人吼，下这款型的，落地啊，离小腿这样子啊，可怜哦，你牛背啊，潇洒哦，你是哀呀？哎呦，你他都话是在讲怕喏，你他都话讲，你是在讲怕喏，对我好朋友啊，琪琪我笑笑哈，琪琪啦，啊你是把你笑啥？哇，琪琪啊，你怕伊啊？你啊，你啊敢去？哇，这我伫后后台哇在。我是讲你敢怕琪琪，琪琪，我跟你讲哦，伊不是琪琪的，我不是李冠仪的，嘿呀，蔡头大哥，我要跟你上过节目，你不认识我，你不是我琪琪，冠仪，琪琪，你这样子，蔡头大哥，你这样子只知道我胸部，姨姨啦，姨姨，我刚才叫姨姨还是琪琪？琪琪，哎呦，对不起，对不起，哎，为了个琪嘞，好啦，好啦，但是跟他说，啊，你说，嘿。菜头哔哔拍一波嘞，哇！吃甘蔗，太久无发现能力啊！这我吃了啦，对啦，无啦，迄骑马的朋友叫骑马，骑马恁高阳日头有较炎吼，一个头迄拍到安尼黄酸酸，黄酸酸，黄酸酸，为什么后边爱加酸酸？酸酸就是带咱每带带伊人就输伊了嘛。你也不要讲袂歹讲，人家咧吼讲袂到你上含慢啦，当电视讲讲什么吼，伊吼。二十几年吼，伊离婚了，无阁结婚，就是因为伊爱我，伊恨我，讲我嫁阿多啊，吼阿公吼，伊拢袂阁嫁啦，但是吼，伊要等我离婚，你有讲安尼无？我都袂晓讲话，我唔敢讲。我袂晓讲话，咪是靠自己去食饭的，我爱讲咧。迄有一天去阮家，无依无事，你知我拢翻船嘛？你拢知影？对对对对对，去阮家。叮当，我母来开门，因为我母来鸡头往硬扭来讲，菜头你太遐认真，暗时啊，伫厝里那个带假发咧，伫遐咧训练，我母讲不是我啦，哎呦，声音我会像碰恰恰咧，夹查某声，明明不是我啦，我过来，啊不，现在怎么会有？哎呦，阿伯你也啤酒了过来。哦，你有酗酒的习惯哦。你敢知啊？因妈妈吼，甲菜头生做我同款，是因家在因河嘛。啊，我较早若咧做秀咧拜年节目，咱都爱去因家拜年嘛。咱就电铃一去了，叮咚啊！伊来开门啊！啊，迄阵啊，伊红顶艺人，伊拢反串秀啊。我想讲啊，奇怪，你当初那着遮骨力安尼？啊，咱就我甲伊讲，因妈妈，我甲恁保证，绝对是吼一个查甫的吼。地鸡头帮我菜，足成诶，有够成。我足成，我妈妈会体检。足成诶，啊面无成啦，面冇成啊，面冇成啦。我妈妈在天之顶。我足少看一个，卖个酒桌。我足少看一个查甫人哦，规身躯位头到脚吼，无一位无整容，搁会当整容遮歹。我规身躯拢整容，是酒桌。你倒位啊来？你鼻有精油冇？冇。那有嘞？有。有你甲我管。你这么假阿东啊？你来咱精油过，搁遮认白。不是啦，我咧基本条件无好嘛，短短啊，安尼。啊，你有去？你有去用眼袋冇？眼袋，干哪？有。不，
卢碧玲来讲的。你捌倒去抽油无？无。哦。这个不倒去抽油。妈，你抽了，抽了都变安尼哦。人家已经抽两届啊，我安尼哦。爱注意，爱注意。所以卖开始抽油。啊，你拄只伫后台，一直甲一个人讲，甲咱你个歌王讲，讲你去人工植皮，一片十万，你植两片。植在什么所在？你甲人家讲。倒位。吃黄灯会咧，讲伊遐足怪遐。哎呦，那呢啦？真的假的？哎呀，哎呀，你唔系为温暖，咱来树底下解决啦，好不好？这也落足久的。啊，你今日来是有想有啥物要安怎着？我要唱歌啊！你别好，大龙笑笑，你只会唱歌，唱歌。唔是啦，你顶个来，你大概来都唔好我唱。连观众都今日也唔好我唱哦。我讲给你听，我昨天给你压个未听。有啦有啦，今天你节目讲我，就讲你要吞剑。吞剑。今天不简单，那么将潘越云请来到现场了。热烈破相欢迎潘越云。你是有心跳。未试过一盘，哪会从聪明甲走出来？啊，谁那不爱我唱啦？这是七月半，吼。来，那你无啥讲。大家好，我来讲吼，我出来就是有礼物的啦。那啥人知我本人什么名？要钓人有奖品。哎，你要什么名？有奖品。是你。哦。好卡在有神明保庇，无调动死亡。搁有啥物人？有奖品，搁有啥物人？你有，你要用奖品，人拢不敢看。好可怕哦！有人哦。欸，我知你有食啥物。又食灌肠加烟钱，不是，兼蒜头干莲，对不对？啊好，欸，潘小姐，麻烦你恢复恢复正常者，我即马需要潘越云唱歌。不是啦，好来，我好了，小大人，小大人，潘越云咧唱歌哦，咱来先介绍，伊的基本哦，伊的妆哦，足特别的，伊的妆就是一片拢蓝色的，啊，伊的嘴花，但是哦，伊较早学过芭蕾舞。所以咧，椰子蛇啊，拢无感觉，拢徛喺度丁字裤。哎呦，什么丁字裤？丁字裤啦！我想讲穿丁字裤。嘿，莫个黑啦，莫个黑啦，嘿，丢足侪银啦，嘿嘿。哎呀腰啊，那个歪歪。哎，你无腰啊？即马，即马甲背。而且，哎呀，小阿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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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嘿，长辈快要跑出来了，嘿，小舅，小舅。啊，也有啊，弄个安尼，我安尼，他唱歌的时候非常的有感情，而且呢，他的眼睛，注意他的眼睛，哎呦，他一直在看他的云，好仔细啊！来，今早了，来，绝对按得到起嘞。来来，甘款情侣一条路，予你行着轻松，我行着艰苦。来来，甘款情侣一条路，你拢满面春风，我拢地阿红。我想，小大嘞啊！姐，阿妈嘞，阿妈啦，阿妈啦。羊水破了！哎呦，你以为这样哈？哎呦哈！阿你有没挂到？啊，现在来扶一下啦！不，那个潘小姐，你其他地方，你面部表情如何？你别歪，不爱歪啊！我今日等下叫救护车嘛。好嘞，阿你看来，你看来，那我们都闪边哦。那是潘越云的唱歌。哎，先生，哎，他都有人讲要去报警察。阿哪样？你讲。现场闹水流死啦！你夹个遮好无？啊，谁在喊？好遮。你对嘴，你对嘴吼，一百锦鲤这条路。好，咱来看一个钓青鸟的水流死。钓青鸟，
来来同款，只一条路，予你行着轻松，我行着同款，来来同款，只一条路，予你行着轻松，我拢在后方，不管啥人心内思路。就平啊，一段一段落啊，就看一段。啊，会做啊，你安尼讲？阿变啦！阿姊，警察来啊！真正呀，足欢喜啊呢！几十年捌咧反转，你有惊到无？有哦！我咧个有咧有各有，都有我咧做啊，就甲下久还袂收钱。今晚吼，你有影吼，垃不是干捡，还佫捡垃圾。他都一定，我咧捡到，怎么拢上病？观众是咱的衣食父母。对啊，你才歹。好，歹歹歹吼。其实菜头不是伊管理生安尼啦，是因妈妈那对个，伊来去对个。你是乱打。别人会使讲话，你会使讲话。我讲话，你听个顺啊。彭佳佳、许孝顺、菜头。一届吼，阮演艺圈吼大集合咧选，因三个啥物人第一名的？好，你又是阮三个第一名。不是拜是烟斗，上烟斗的哦。你三个上烟斗，都一个上烟斗，你又话嘛咧？哈？拢唔对，重缺。以为讲因三个他达到讲烟斗落去选啦。不可能嘛！有特色，有特色。我的意思是讲，你生你妈妈，菜头的妈妈生做安怎，就是地鸡头当就变你妈妈。哦，阿姨妈妈有新的时阵就是安尼。菜头因奶奶就生做安尼。来，我阁讲一个笑话，因为我较早拢曾反传恁来去一日哦，啊，我较我体格较喜欢妈妈，啊，有一届半暝啊，费青子来去找我吃电影，叮咚。啊！我母啊，来甲开门，啊！我过来就讲菜头，主要为我妈妈头壳打了。哎呦，你好认真哦，在家里就在练习啊，你啦。啊！我母啊，话过讲，哎呦，婷婷，你哪安尼？看到我妈妈睡过，是嘞啊啊啊！不是嘞啦，我叫你是菜头嘞，安尼。写作赶快赶快。这么像。哎哎，赶紧介绍哎，那你瓜友曹雅文。哎呦，大头哥你好。精气神好好。嗯，真是不简单，真是实在有影有够好，谢谢谢谢。听讲减肥二十公斤啊，是吧？我咧较早唔含蛮硬，我足精的。你就爱笑你妈呢？你莫看菜头哥安尼哦，伊即马拍到遮大粒无？你看侧面呢？安那？哦，迄洗身躯呐，用莲蓬头，两点外钟卡个大哦，你看，迄水拢在。我们来菜头示范。哎呦，妹妹像，不是妹妹像，我们你示范公个医美，要修哦，医美，医美，这个有说服力，这有说服力哦。妹妹，你讲哦，以前我较早捌带伊去吼，哎，医生在听伊头看，我讲，哦，蔡尚，你最爱开真济哦。来，我来介绍这个医美。我告诉你听，我的规，我的这卖面和较早的面拢无同款，较早的面是细啊个，你啊看我这卖面慈眉善目，啥呐，目白赤贵，我较早目白是翘的，这卖个赤嘞。伊较早老毛啦，你话这拢赤赤。我双眼皮也挂过，眼皮也挂过，这下眼袋嘛。那这主人都看未出来。啊，鼻也做过，嘴也用过布，搭过了，啊下半部也是做过，好，讲正经的，不是。你开下嘴，啊，我先做安尼啊。我怎么讲你呢？那要找美容，一定爱介爱找菜头介绍，因为我介绍的朋友大家拢好。你注意看看，我这帮王彩华，迄皮料你要甲蒙掉，伊就歪去啊，迄都是找了唔到伊。那我这个笑话我还没听说，讲正经含下歪都唔敢甲弄掉呢。迄伫咧后台做客，弄掉呢下歪爱流落来。正经。
啊，你讲白冰冰无医疗，咱坦白讲，你有美容无？无咧，无，那有咧，规身躯拢有。嗯，要袂要讲，大家拢来讲过。好来讲，你无美容，要美容的。你，嗯，恁爸，啊，我有用，无用好做更多。哇！竟然千呼万唤启事，他精神爽，太好了。他最近一定有什么启事讲。我现在要讲一个啊、哦，是在什么实验？宪哥面前还有露露面前怎么样？怎么样？告他，你知道吗？告我，你知道吗？我最近出去，大家都跟我讲，你知道吗？你知道吗？我现在出去外面，很多年轻朋友看到我说：“菜头啊，你真的模仿陈汉典好像啊！”真的是，气死我了！他们一起攻击我。本末倒置，所以今天你要把这件事情在这里做一个妥当的处理，做一个实验，来来看看实验是什么，来我们来看一下，到底告不告得成功？给我一杯忘情水，称赞水，水会变好啊，水就水在这里，啊，你称赞它，它会变好喝。怎么可能？你诅咒他，他会变难喝。其实我跟你讲，我本来是不想用水，要用我的脸。我每天对着镜子，早上刷牙洗脸，就说：“蔡总你好帅，你好帅。”就变成帅。有不答应啊？那个有可能，那个叫自我催眠，对，吸引力法则。是说大卫不答应，说我说我很帅，我很帅，观众没有说服力，就用水，我要入神的，真的哈，好，那这个有红色杯啊，黄色杯，黄色杯，蓝色杯，什么实验？我这里面啊的水，有两种，有一种好水。有一种坏水。蔡头大哥已经骂了一个礼拜，跟称赞一个礼拜，我已经骂过了，骂过了，骂一个礼拜。看一下。哇！你看出门哦，一拄到一个女孩子，真的长得比我还丑。我喜欢，我希望你有奇迹出现。我今天去教广场舞，一出个欧巴上台了，看在拢作爱我，这边放着我，我菜头，你这边看也慢，慢是娃娃啊。我爱你 ，I love you。你是世界上最好喝的水。这个好水啊！啊，我跟你鬼啊，莫的啊！我是讲你长期的垃圾嘛，老死的！你们从来沉睡，沉睡，这官方的在你骗啊！两瓶水一个礼拜，经历菜头的天堂与地狱，到底有没有差别呢？让我们请评水师鉴定吧。所有人都要来喝，现在分成三种，哪一杯是坏的？不知道。三盘。哦，那有一杯是没有，完全没有，就是自然的水，好不好？一起来欢迎我们评水师 Danny， 欢迎，来，评水师。好，这个水真的喝得出来所谓好跟坏吗？喝得出来好的。怎么说？真的好，因为它里面本来的材质跟它的质感就本来就不一样。哦，味道里面的内容物，内容物都一样的水啊？什么？那你相信说骂过的水会变难喝吗？基本上是不太可能，不太可能。应该是从里面的矿物。哦，真的，我相信。你相信 ？OK， 有时候这个所谓的怨念，对，能够积存在这里，可以改变。我们请大家先来喝一下，好吧？来，那我们先一起喝蓝色的，我们一起喝，一起喝蓝色看看，好不好？举杯邀明月，蓝色看看怎么样？那瓶水是也要拿一杯哦，瓶水要先闻一下哦。OK， 答案只有菜头哥知道了，只有我知道，哎，先别说，每一杯都喝过才能比较，好诡异。觉得它是好喝放前面，觉得它还好放后面，不知道没比较，还不知道没比较，来比较，黄色杯，这样，哇。好难哦，这个是这一杯更好喝吧？我觉得这个比较凉哎。红杯，来红杯，红杯。哎不，哦这边不行啊？真的吗？我已经出来，我已经。我觉得蓝色是最好喝的，目前为止，蓝色带甜哎。我是觉得红色这边没有味道，黄色带酸，没味道，对，比较好，没味道放中间。
不好喝放后，觉得它好喝放前面，好喝放前面，它颜色一样放。蓝色最不好喝。好，后面来来来，品水师，你个人三杯喝过，你的看法哪一杯是最好喝？其实公布答案，这三杯都是一模一样的水。啊，你怎么可能？慢慢说说。说说你的来历，为什么会有品水师？我们效果做了半天，然后大家品水相同，多傻！因为品水这件事情本来就难度很高，那我把自己讲得好神哦，然后去国外考一些证照回台湾，这个有证照啊，有哦，品水师，你流血啊，流血回来喝不出来可是好了，回来一次。因为这三个本来就是同一个水，所以我们要问看看有没有喝出不同。其实都是一样的，只是你的心态不一样。哦，对，是这个意思。怎么样？你说错？怎么了？我跟你讲，我跟你讲，你水如果好喝，你跟他讲说。每天你就会说啊，这个水很好喝，这个水很好喝，它喝起来就是好喝。哦、你说这个水啊，真的好难喝，真的哈、哦，没错没错，你去死啊！对对对对对，没错没错，我们现在就是在做这个实验啊。所以说我现在要不要宣布答案？好 ，OK， 你们手上有选择都有选择了啊。有。好，有经过你称赞的是哪一杯？好喝的，我跟你讲哦，你称赞最好喝的是。红色，这是最难喝的，是很难喝，很难喝，还是因为你每天亲他，生气。我爱你，我爱你。最难喝，最难喝，不怕变啊？蓝色吗？呸！答对的，我打红色，我打红色，是红色最好喝，我觉得红色比较甜的，那蓝色最难喝，我喝不出来，其实黄色蓝色我分不出来，都难喝，那对一半，然后所以网络上这一个事情谣言止于智者，唯一一位他非常认同，同时也陪伴了这一些水长达七天之久，谢谢蔡头哥，谢谢。哎，不好意思啊，你白流血了。这个听说是很厉害的东西，厉害的，而且它一个东西之所以珍贵，就是因为它是有故事的。哦，这是有故事的。我跟你讲哈，这故事是这样子，最少它的历史是25年到30年。哦，35年，而且这东西哈，它的身价不凡，而且价钱也是你们的十几倍。哦，对，有诚意，有诚意。重要，它的价钱是，它的价钱听好啊，16800，16800，一路好便宜啊，16800，你一定要有很特殊的朋友管道才能买到私货，而且你这到底是有合法吗？当然是合法，而且这种东西啊，会让你家庭平安，什么都会幸福了，你的幸运会很好了，幸运会很好，你的幸运会。幸运啊！幸运，幸运，幸运！因为走运就很幸运。对啊，幸运。赚点。来，那我们就用直接看看喽，好吧？来，升。哎呦！哎呦！这个我。哎呦，这种东西怎么样？怎么使用？怎么使用？啊，这个全赖打，这钱还点了，没点过呀？啊，可以点哦。什么？檀香吗？蜡烛。哎，他会以前一点哦，全部都是烟雾弥漫，烟雾弥漫。他给你一年份，然后一年份完你要去买的时候，全部关掉。哦，他倒了，倒不是倒了，跑了，他钱赚了好几亿。哦，他这个烟哦，你普通的烟，你看他点了啊，怎么点他都不会闷，只有他的香。以前它这个烟是会哈，整个漫到底下面，面对，会不会像这样倒过来？没错，不是，它也不是这样子，它也不是这个啊、哦，烟会往下跑就对了，它就是这样子，烟会往烟会往这个洞跑，哦、是哦，现在跑了整个都是烟，哦，很漂亮，要买它原版的这个原版的才可以，而且一年份啊，一年点我都要去买。
结果我大家都在刷这个人，本来我不割爱，我就是摆在家里，你看也是很非常的心情很好，心看起来。哎，幸运还出来都没有。不管你的审美观，你是从哪里看出来他是漂亮？对呀，你来前面看，他有你看看自己的介绍，弥勒佛，一个龙，对不对？他有一点问题，有龙哎，对，哪里？而且他这边还是用星星，而且他的烟是从，对对，我忘记了，这个哦，我非常后悔的。他的烟是从这个龙的口嘴巴出来，吐出来。哦，啊，这个应该讲到重点了，从龙的口吐出来，懂了啦，懂了啦，了解了。那龙的烟没有，这个是可以移动的啊，龙口可以移动的，没有办法，没有移动是移动，这个是坏掉。我已经试了好多次，有没有吐烟？没有，没有。如果他吐烟了，还蛮酷的哦。他吐烟出来。模仿那只龙，吐了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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哪有啊？特写特写，哎有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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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是要这样子这样子处理的啦，要这样玩啦，林北哥拍底下就干，我拉 K 来，我拉 K 来，不是不是，面想换的一二三，好谢谢，哎呦哎呦，来吴春来来来来来，你先我跟你讲，我真喜欢。什么？这个叫做我跟你讲，赠与有缘人呐、啊，对对对，有缘人能够拿。结缘呐，我今天讲结个缘。重点是如果不要，可以拿去卖，至少可以卖6800块。嗯，不能卖，这样不能卖啊。没有，因为主要是因为我妈妈可能比较喜欢这一类的雕刻。对哦，对，长辈都喜欢。这个可能是家里拜拜的收藏，哎，那喜欢佛教的一定看到这个啦。对，而且我觉得反正都是不要的东西，我觉得互换，我觉得这个好像还比较好一点点。对，至少换一下这个。好了，恭喜，那这就。是你的啦，对啊，你要用什么换？好吧，我要换东西换，对不对？来，你要提供你的礼物啊，不是什么换？没有啦，是菜头哥要选一个啦，选一个是不是？选你的，你的是几号？我的是3号、6号跟12号。那你认为哪一号比较好？你自己平常你讲，没有，平常心我感觉啦，你自己选啦。3、6、12。对啊，三有一个爱心，12。我觉得12几号？12号。OK， 好车，好料，来，请到这边来，来，来来来来，蔡同学拆礼物了。我觉得我这礼物很棒，它是就是上拆礼物都有这种亢奋感。对，而且这个礼物是我兴奋，我只用过一次，就再也没有用过。只要是男生，通常都会喜欢的，真的，男生会喜欢的，差不多，男生通常都会喜欢哦。好，来了来了来了，睡啦，这上面什么？什么？这是什么？还有这个，哎呦，男生通常都会喜欢日本风的。哎，他是七龙珠，来来来，七龙珠，七龙珠，好可爱啊！这个罩子，好可爱，好看，超级赛亚人啊，很酷，很有质感的。那为什么我要拿出来换？等下再跟大家讲，等菜头哥戴完之后再跟大家讲。戴一下，戴一下，哎，这个很好帅哦。哎，没了没了，差不多这样。哎，莫名叫嘛，差不多。不进不进。哦哦哦哦，帅啊帅啊！好帅！好帅！哎，手套你也进去。手套手套。这个是手。对，叫你去听下歌，你赶快赶快，不能呼吸啦！你给我这种东西，这种东西有了，有了，这里还有好东西啊！这是什么？这个东西是它是一个你在家用走路边走路也可以边拖地的一个神器哦，跟抹布的就对啦，对，跟抹地的啦，把抹布穿在脚上，可爱哎，对，哦，加油加油！地就干净了。对对，摇嘞摇嘞，好舒服啊！我们这里还帮你焚香。
拜下拜下，成功，成功。我跟你讲，这个台艺大的全美不是在吹牛的，舞蹈一起棒。我今天不是打歌，我在打人的。打人，打人，打人，你要打那个前辈。然后下半场慢慢来，刚刚看到前面那一组的表演，服从英跟那个娃娃姐唱成这样，他们我好紧张哦。对呀，你们等一下，该不会也有合唱吗？歌艺上面的表现？我们是表演舞蹈，舞蹈哎，看我穿这一身就是，而且他是舞蹈系，对，没错，跳芭蕾舞的，芭蕾舞。对，而且我邀请的这位前辈是他也是跳芭蕾、现代，还有化妆、变装都很厉害，变装对，没错，厉害，而且他还会精细。精细对，这么多才多艺，这是我后来才知道的哦，真的、啊。嗯，他说他站出来，没有人不知道他是谁。哇，那肯定要好好的介绍一下了哈，你要跟这位前辈一起来合作，我们一起来看看他是谁。前辈，请转身。喂，大哥。哎哎哎！哇哇哇哇哇哇哇！这个一看就知道是白天鹅，白天鹅湖嘛，对不对？不要乱讲，好不好啊？哎，深井烧鹅，白天烧鹅，不要乱讲话。其实我跟你讲啊，其实台湾这个 idea 真的很好 idea， 因为我这辈子还没有跳，我跳舞跳那么多，真的啊，芭蕾啦、现代啦、爵士什么舞跳过，就是没有跳黑天鹅，真的黑天鹅。黑天鹅你没有跳过？我白天鹅都跳过，哦哦哦哦，哎，只有黑天鹅没跳过，没跳过。今天刚好是很棒的尝试啊！那当然啦，你看看我这种妆，最近就是真的黑天鹅。最近饮食是出什么问题？食物中，你刚刚又动了，刚刚转过来准备打开，我还看起来像科莫多龙。我厉害了，我给他看到了，你滑稽耶！开心嘛，开玩笑哦。我们排练的时候才知道，这现在的一代一代的芭蕾都跳得很好，芭蕾哦，芭蕾。而且你等一下看我们 dancer， 每一个人都是很漂亮，而且我专业的，专业的，真的，真的是专业的。开玩笑，不像以前我们随便抓一个半路出，哦，什么是半路出？半路出，半路出家，半路出家。像我就是半路出家，你那么专业，但是你怎么可能？但是我很认真，非常的用功。非常的努力，跟宪哥一样，从牛肉肠一直混到现在。我来一起去牛肉肠，不甘心嘛。牛肉肠天王啊！哎，牛肉肠天王，我跟你讲，这是台湾历史上艺能界一个牛肉肠可以混到小天王、小巨蛋，什么小巨蛋啊？全亚洲、全华人谁不认识吴宗宪？哎呦，我想要出名。没有，我们只是很努力而已啊。而且我跟你讲，老少咸宜。好，老人家。而且我跟你讲啊，我有一些教授级的朋友，因为我们老人会嘛，是。特别说，我跟你们蔡德，我跟你讲，你是第二最有内涵的艺人。哎呦，第一呢就是吴宗宪。天哪，他讲出来的内涵哦，比我们在上课，比我们读的书还多。我的第一名竟然被第二名毁掉。好像没有什么了，我第一名，但是其实我跟你讲，大家以为我是谐星，我是从小很喜欢看书，上至天理，下至地，下至天理，下至天文，下至地理，熟读经书，想读策略，策略什么都策略，但是啊，我的脑筋没有你记忆那么好，真的，他的记忆力，你看他是三百首什么走转啊，史记什么都会，我也会，但是我记不住。啊，真的，你记住吧。而且他反应快，对，反应真的快。我们当主持人哦，我们的是一秒两秒，他是0.1秒。哎呦，这个反应，大哥把我推崇的这个样子，不是，这是真话。大哥今天穿这样，我只能欣然接受了这个。不是不是，昨天我跟他中毒还这样。我昨天还跟于天在聊。哦，于大哥，有一件事情发生，我们就跟于天在聊，聊到了。从，他是晚辈，以我们来讲晚辈嘛哈。从哪里脱线？脱线大哥，到现在前无古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台湾要
要找出一个吴宗宪，不可能，大哥千年只有能出。大哥，你到底要不要表演？制作人员跟我讲，特别交代，大哥，菜头，快点，你这一段哈，尽量跟宪哥讲。久一点的话，鼓励安慰，哎，不是安慰一下，因为少一组来宾嘛，还是不是？他要你讲久一点，因为这个通告费，通告费比较贵，我通告费要比较贵啦，很高，当然啦，哦，就是像那个，身体大的球球啊，那个色的，奶婆照出来啊，那个线头，对啊，我们昨天试装了，全都是拿不起，服装公司没有衣服给我穿了，人家看到这个菜头要来借衣服，你们没有办法，最后来可以定做这一件。可爱了，来了，今天咱们就好好来一个，就是带着曲目太可爱。哎呀，我的老天鹅啊！欢迎菜头哥。戏耶哈，大哥，你现在是嘴唇真的累不累？累不累？其实应该不用画了，应该不用画了。八了最刚好，八最也就垫脚。哦，要一直垫，要垫脚八。哦，抬不起来，这就也有摔下去。是。
这个等于真人真事搬上荧幕，对吧？没有，实际上也是真的抬不起来。用眼就把它用眼的眼睛抬不起来，对，但是你看我的技术还是不错，对你那个姿势，还有那个剑，那个翅膀这样，主要是眼神很到位。所以你看哦，很多那舞蹈表演，大家练得很辛苦，然后到最后演完的最后一刻 ending pose 摆出来，每一个团员都哭了，对，原因就是这样，对啊，怎么样？辛苦了大家，嗯，跳舞最重要就是眼神，眼神，对，跟肺活量。要有灵气，灵气不能太降气，灵气降太了，不能太降气。普通在跳的人很降气，你看我们这一组，每一个人都有灵气，灵气那个眼神，对呀，刚才看到你，哦，你给我堵嘞，堵。哦，厉害，真的很有灵气。对，这段的表演太令人感动了，对不对？哈，来，我们就来看看哦，到底这一段的表演能够获得多少票的一个青睐？请给分。拉票，拉票，拉票！哎呦，哎呦，哦，他是六百二十二票。满二十 ，OK 啦，很好的啦 ，OK 啦。哎，等一下，你问谁几叉？谁举叉？为什么举叉？为什么？为什么？你为什么？没有，大哥不要误会，他举叉，因为他喜欢打保龄球。帅，刚好有三个嘛。对啊，太棒了。Yuna 也很棒啊，谢谢。对 ，Yuna 他是真的会跳的，会，他是舞蹈系的，老师讲都会跳。没有，你们都是真功夫。他已经是教练级的人物了，对不对？还出来给我们。今天太开心了，经典一段一段接一段，好不好？再次谢谢菜头哥，谢谢。